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橙子姐姐，我是小花姐姐，欢迎大家来到酷玩工厂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个玩具。什么玩具呢？一个超级大的玩具。超级大的玩具。对，这么大吗？不对，这么大。哇，这可是酷玩工厂史无前例的最大的一个玩具。最大的一个，期待吗？期待，特别期待。那看着变魔法，三二一，噔噔。哇，这么大的玩具。对的，对的，哎，我都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我都看不到你了。这个是光头强还有熊大熊二的玩具哦。哦，熊大熊二爱吃蜂蜜。对的。哎，这是谁家呀？这个是光头强的家哦。光头强的家，对，非常的齐全，里边是超级豪华，特别棒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一起拆开看看吧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来拆开，看咱俩谁拆得快。天上太阳一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天见我没记住。起床声加火铃，爬着露水爬着树，白吉他。哇，好大呀。非常大的一个玩具，完全挡住了我们。我们把盒子先放在一边。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哇，真的是好大呀！我们赶紧把它拆下来吧。对，我们赶紧拆下来。拆下来，把它。好啦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。看这个。这个是我们的电视机哦，光头强的电视机。对，是不是特别的真实？还有这个冰箱。对，看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看冰箱。哦，还是两层的呢。还有呢？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难道是光头强家里的机关？我猜是光头强的晾衣绳。晾衣绳？对，稍等会儿看一下。还有这个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是熊大呢还是熊二呢？欢迎给我们留言哦，告诉小花姐姐还有橙子姐姐，这个是熊大还是熊二。对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别的。还有这个，你看是什么？这个，我知道了，是熊大和熊二的蜂蜜罐子。哦，怎么在光头强家里啊？可能是光头强拿来自己吃蜂蜜了。还有这个，当当，你猜这是什么？是画框。对，小朋友们可能很奇怪，为什么画框上面没有画呢？一会儿要展现我们的神奇魔力哦。好了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就要接上我们这一个大大的了。我猜对了，我应该是想到了，它应该是个楼梯。对，噔噔噔噔，楼梯，还有一把小椅子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能打开吗？宝盒吗？我们打开看一看。哇，好像不能打开。哎，好像可以打开。到底能不能打开呢？能打开是能打开，主要是我打不开。稍等会儿打吧，一会儿再打。我们好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滑梯，哧溜，光头强就会从这里滑下去。这是光头强的小车。对，非常的重，而且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的。对的，这个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我敢猜一猜，好像鸟笼啊。No， 这个是非常古老、非常古老的一个照明工具，煤油灯。煤油灯？对。哇，当时没有蜡烛，全部都是煤油灯。这是煤油灯。那这是什么呢？